主料鸡700克，辅料生抽45克，老抽15克，料酒一小勺，冰糖20克，小葱一小把，生姜几片，食用油少许。将鸡洗干净漱着，从中间分开成两部分，将鸡放入盆中，用15克生抽和一小勺料酒表面都抹匀，盖上腌制两个小时，也可以省略这一步，经过腌制的更入味。将葱切长段，姜切片，生抽老抽和大半碗水放入一个碗中，拌匀成调料汁，将炒锅烧热，放入少许油，将腌好的鸡皮冲下放入锅中，将鸡皮煎上色后翻过来，将另一面也稍微煎一下，然后盛出来，将葱段和生姜铺在锅底，放入煎好的鸡，在上边撒上几粒冰糖，倒入调料汁到鸡身的一半位置即可，盖上锅盖小火慢煮，期间翻面一两次，大约20分钟，根据鸡的老嫩程度决定，用筷子在肉后处扎一下，能更轻松扎透就熟了。开大火将汤汁收浓，将鸡捞出切成条块，摆放盘中，浇上汤汁即可，热吃冷吃都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